inside your head. But now you are thinking that your thoughts may disappear. Why do you ponder? Just crawl inside your bed. Sleep till the morning, love, let go of your fear. In there.我知道了，这小姐就交代的刀子啥子？我知道，我们应该想象就唱。然后呢？学校不是马上要召开元旦晚会了？然后呢？我们同他们一样，也上舞台。然后呢？这么晚了，我先回家了。我送你吧。 我跟马天顺路，马天还要为我补习功课。你看，一不小心就又走到这里了。 也不知道他在里面还好不好。以前我很努力，想弥补我们之间的差距，结果反而越走越远。等你出来了，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笑>你就是条哈狗。时间到了，你们现在在一个班上对吧？ 你还有机会，肯定好噻。没事，就是有点不舒服。还好没发烧啊。没事，我们回去吧，狗哥。 其实你真的挺好的，怎么突然说这个？我是想说，这段时间真的……哎，没事，我们是同学嘛，况且刘文清是我大哥，不然我怎么可能这么在意你？是。刚刚咪咪说要在元旦晚会上唱歌，你为什么不唱？呀，我真有，我会认吗？大不然说。你不是想要当超级女生吗？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看你刚刚看电视的眼神。那我可以吗？可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找首歌练练吧。要得。 反正也没得词组，我们还可以把狗哥安然都叫进来。反正我们俩走这么近，还不是为了他们？就没有一点是因为跟我在一起你开心吗？所以，
咱们俩走得近，不只是为了其他人哦。那还为了什么嘛？为了这个，这个，这个，哎呀，这个下舞台。啊，咪哥，你去找娇姐要得不嘛？哎呀，你又不是不晓得，娇姐唱歌好难听的。哎，我唱的比娇姐还难听。哎呀，你比娇姐好那么一点点。感冒了？没有啊。肯定是有人在骂我。这么大个人了，还剩这些？哎，搞啥子嘛！我要回家睡觉。哎、你不上舞台，我不让你走。好嘛，陪你上台也可以。那边巴士，很乖，又涨价了。那边是中级的嘛。你有没有感觉你和陈圆圆越来越近了？没有哈。那好嘛，那等你买了书上了台演了出表了呗，万一他在搭老印。嗯我子哥来100块钱，不用找了哈。要得。龙嫂想自杀，老子没得钱给你去医院。我在思考人生。你为了要思考自己没得的东西呢？为啥是我没得？马上就要殉情了，人生何处芳草，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你那边柳暗花明呢？我一个大活人那么多年，难道一个都找不到？还不是因为我确实是要得。通知一下啊，今年的元旦晚会呢依然会有表演，每个班都可以报备一个节目。咱们既然已经到了高三，应该也没有多少人有这个心情了吧。我有。你当然有了，你活得多轰轰烈烈呀、啊、我想找个人红尘做个伴，活得潇潇洒洒，有啥子错嘛。好的，既然这样。老师不要同意。老师我也有。和谁呀、啊、我们。哎呀不，老师，毕业之前，其实我们舞蹈队也想最后上台表演一下。好吧，那你们竞争一下吧，反正咱们班只能上一个。我还没想好呢。怕什么试试嘛？哎呀，不得行不？马田同学，不如我们一起上台吧。你总不会只想跟胆小鬼才一起表演吧？所以，你们是一起的还是分开的？当然是分开的了。我们是一起的，老师。那随便吧，反正到时候报备的时候看你们谁上。那、啊、我们怎么就是胆小鬼了呢？你当然不是胆小鬼，所以才要上台唱歌啊。呵，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在台上万众瞩目，所有人都看你打鼓？没有。那就对了，所以跟我们一起上台啊，因为我们都没想过真的有这一天。哪天？元旦晚会。元旦晚会？哎，我们可以吗？约翰农尼的歌唱过吧，他曾经唱过，你可能觉得我做梦，但我觉得不一定只有我自己做。哦，你说的是这个吧？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到时候上台表演约翰列侬的歌吗？对，新演员蝴蝶梦。我再想一下嘛。
师兄，你恁个喜欢打鼓啊？我平时不是总有好的鼓可以打，发挥不稳定，而且你昨天明明不是黑靠谱，对不对？哎，哪个不靠谱？他当然不靠谱了。那你们还打算跟他一起上台？哎，反正我们也不是非要万众欢呼、掌声如雷，早都想过了，跟他在一起，哪个可能会黑厉害嘛？但是呢，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丢人现眼噻。毕竟我们是朋友，肯定要陪他一起噻。哎妈，你今天回来咋啷个早嘞？儿子回来。啊。来，你跟我来。啊？咋？你看。妈，你这个要买好多水果。不管买好多水果，你终于能打真的鼓了。妈，那我打呀。哎，没想到那个东西声音那么大，邻居们啷个受得了哦？妈，退了嘛，浪费钱的。娇娇，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幺儿啊，哎，你晓不晓得，你老汉儿年轻的时候差点就成为一个歌手。听说你当时是要在十八梯出道的。后来就生了你，我就放弃音乐，组起小面了。但是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你继承我的遗志。继承我的传统，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歌手，是不是哦？啊，那我娃子五音不全呢。唱歌啊，关键在于你的心情，跟哪个一起唱，唱给哪个听。至于嗓音好不好，五音全不全，没得关系的。煮面去了。妈，你在干啥子？哎呀，儿子，妈妈也不晓得还有啥子好办法，都先用那个试一下。看能不能隔音哈！哎妈，你先坐。哎，慢点。这种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嘛。哎呀，没啥子的。妈，儿子，你啷个了？妈。元旦晚会的时候，你来看我们演出吗？真的呀？真的。要得，我去。希望这次晚会能够成为我中学生涯对陈圆圆的一个交代。希望那次晚会能够成为我中学生涯。最后一次丢人现眼了，希望这次晚会，哇！希望这次晚会，我第一次上台唱歌，哎呀，我好怕呀，好紧张哦。怕啥子？他们好污哦。不用怕，还不来帮帮忙？喂，
是要公平竞争吗？朗格要买，你们比我们好太多喽！你们搞那个专业，根本就是不打算跟我们公平竞。实力不平等哪来的公平？那你去那边呀。狗狗，你刚刚那个说，我们都已经输了。难道我不说，我们就可以赢了呗？也是哈。那我们还演不演呢？要不然算了。我们节目报备可能真的比不了别人，要不这回我先不报备了吗？明明，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你不能就这个样子放弃。难道你也喜欢陈圆圆啊？嫂子，你也要表白？我想在舞台上面给我妈妈表演一次。其实我也想上台表演，但是没有信心。如果连学校的台子都不敢上，还参加什么少女女生啊？哎呀，人有梦想好累哟。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总会有办法的。在这儿等你。等我？那我先走了。好，你先走，拜拜。说吧，等我做什么？月底有一场街舞秀表演，很多真正厉害的人都会在那，我可以给你票。给我吗？我没听错吧？为什么要给我票？元旦晚会，你把节目的资格让给我们吧。那我们队伍怎么办？你舞跳得那么好，不去更大的舞台岂不是可惜？这哪能够啊，这都高中最后一次了，不能说给就给啊。好，那算了。啊，那个周末你陪我逛街一天，我就答应你。好，周末见。 Yes。 哎，范学练哥，这次你要认真了。没点时间。见在这里是什么词？名词，是不是？它是指批评、意见的意思。来，接着看啊，讽，讽是什么？讽是动词。来，大家注意一下，这两个词肯定是必考的啊！我提醒一下大家，文言文在我们整个高中阶段，男生是不是都喜欢那种文文静静的，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那种？大概吧，不过滚。加以重视，听到没有啊？来，我们接着说。我今天好看吗？那你怎么一点也不开心的样子呀？走吧。干嘛？怎么了？逛街呀。我们还未成年。那你看他们。哎呀，你思想好复杂呀，正常的朋友之间也可以这样的。
不好吧？那我决定了，元旦晚会我决定咱们就公平竞争。那走吧。老伴儿，二两丸子加个蛋。小九，上面。牛肉啊？啥是牛肉？红烧牛肉的牛肉。哎呀，那一桌的。哎，女儿最近啊都是魂不守舍的。你每一集都来问我，我还不是想笑的。哎，小九，你们装啊？啊。哎，我们去解放碑上嘛。那啥子？刷跟踪。跟踪哪个？马爹。我看到他在那儿顶，哎，我在逛街，手挽着手，都快听到凶了，是不是？是。吹哨！开饭，不要打我！哪个啦？他是不是吃醋啊？没看他吃面的嘛？到处啊！你怎么在这儿？解放碑，解放碑是你家的呀。你平时周末都穿成这样？对，不可以吗？可以，挺好的。娇娇，好巧啊，你这脚不要紧吧？没事，我先失陪了，我还约了人。是吗？说吧，还要去哪？不了，今天就这样吧。马田，我今天带你去的这所有地方，其实都是女孩子最喜欢逛的地方。如果你以后有喜欢的人了，也不至于不知道带他去哪。唉，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不好意思啊。没事。哦，对了，元旦晚会加油。好。徐伟江，干啥子？长得帅就可以当抢名女啊？干啥子？闭嘴！别让别人知道我品学兼优、活泼热情，同时还长得很帅。那就放我下来！你再这么走下去，脚会受伤的。可是已经受伤了呀，而且关你什么事吗？当然关我事。再说了，元旦晚会你不要上台唱歌吗？我们的节目又赢不了。我们可以认真练啊。再说李思琳他们不会参加了。为什么？你说呢？
我才不说。那你现在还伤不伤？伤。只是脚伤。你要一直这么背着我回家呀？是啊。我家可是很远哦。但你很轻啊。哎，是人靠衣装哈。是不是我穿错了？马上被炸子找回来。叔叔，阿姨好。乔乔，你啷个了哇？啊？哎，没事，摔了一下。摔了哇？让我看看。摔得恁个恼火，你看你看你看你。哟，妹儿，哪儿错怪你了？看来你的身打扮还有点优惠的了。哎呦，你个说啥子来的？可以，可以。风吹过江边的渡船，欢笑在奔跑里转弯，像青春上坡下看，真热闹非凡。安然，狗哥，你回家哈。我去拿面试资料，你顺路吗？一起啊。好。这是什么呀？面试申请表，我还有一项要过。这么快啊？那你还高考吗？不一定。你是要出国念书的人吗？以后肯定很难再见到了吧？再要有人欺负你，我们可帮不上忙了。哪会有人欺负我啊？真好啊！你那么优秀，不高兴了，受伤了，还可以换个新环境。可我还是我。开心点嘛！新的一年，2005年马上就来了。连告别都没有，又怎么会有新的一年？什么告别？他总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可能这就是你们追风少年吧。比较，如果让你从一个女生的角度回答一些女生的问题，你会不会比较为难？
我为什么要为难？毕竟是从女生的角度吧。好像是有点为难，不过我可以试一下。一个女生如果心里有了别人，你应该勇敢一点。啥子意思啊？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他喜欢别人，那就绝交啊。好了，李娇，你可以滚了哈。你知道你这辈子最安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睡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过没关系，俗话说，沉默是金。死金子都总会发光的，有一天你的喜欢一定会发出光来，三下他。李娇，嗯，你那个话是说给我的，还是说给马天的？你好烦呐！我好想好意帮你的嘛。我就是比较羡慕你们。对了，李娇。嗯，你现在真的像个女娃了。老子本来就是女娃嘞，烦得很。好了，老子要摔下去了。起来哈，起来，真的要摔了。哥哥，第一次这么大的舞台，好紧张啊！会不会出丑啊？你还怕出丑啊？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啊！好紧张啊！哎呀，我太紧张了！哎呀，马天，你看，好看不？你确定吗？好看，好看，好看，好看！我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哎呦，这件衣服太好看，你这个揪揪。里面你觉得那个孩子绿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我觉得绿的好看。红的好看，圈圈。绿的呀。嗯。我帮你修一修。哎，大家休息一下，好好休息啊。快点，再好看点啊！我跟你说，一直红的，一直绿的，最好看。我这样真的可以吗？当然啦，力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你是大力教的嘛？其实你很好看的。你是不是在安慰我？不信你自己看，好看吗？没有骗你吧？哎，对了，老狗去哪里了？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问你吗？又不晓得在搞啥子鬼。错棍儿，走嘛！老哥，领导去哪着？唱歌，那个夸张，爸爸看不得吧？我给你看的场演唱会。那个浮夸，啥子演唱会啊？感染的演唱会。停车，
老哥，我回家，你谁？我回家。秦哥，我相信你不喜欢他了，但我也晓得他不喜欢我。老哥，你到底在做啥子嘛？他需要一个告别。拿到他都随便，不然他走不出来，你也是。不过我是啊，那我还能做什么？做你自己。我在做自己。秦哥，走吧。接下来是由高三一班乐队带来的曲目《Super Love》。已经高三了，又是这么大场面，又是最后一次了。反正就是不准，不准。本次晚会到此，我慌，还有四哥，
好像真的是。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红颜落下色彩变苍白，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远去的你漂泊白云外，情人离去永远不再回来。我记得秦国以前很爽的呀，对头，我的青春结束了，但会重开，恍如隔世的爱，在白云外，痛爱让人悲哀，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放开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今天晚上就走了，前段时间无聊在里面看了一些书，我在想通过去那段时间都让自己荒废掉了，里面还有机会，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时光。其实人各有命，希望下次见你的时候可运气好一点。秦公，再见了。其实我早在一年前就失恋了，我只是一直在等一个结局，有头有尾，已经很好了。
立正道歉。